冲一起冲，打野上去了，小心。 怎么可能连一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呢？哎呀，你们俱乐部都已经那么多人了，再说了，他们本来就是我们 SG 战队的呀，本儿您就给个面子吧。哎，喂，喂，啊，算了，他们自己不想回来，再怎么说也没有用。 先回去。 为什么跟踪我？现在开始我问你的，你家里到底还有什么亲戚？你是顾？你要是敢说出口，票你好看。苏桐 ，SG 战队的中单，那个是谁啊？顾以涵。他们两个这么晚在这儿干嘛？啊！顾以涵。 别废话，你有经验，我有经验。有也不是什么好经验。你再说，我就把你扔在这儿。那我就大叫你的名字，看咱俩谁更惨。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小老想着跟我鱼死网破啊？明明就是你想着跟我鱼死网破。马上转给你。 小顾来了，这么晚是训练来着？哦，最近没有比赛，想着陪队员出来散散心。啊，您最近生意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大伙儿呀可照顾我生意了。哎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去给烧菜啊。你们先坐。给前辈倒水。哦。 好歹你也是个老板，就带员工来这种地方吃饭。以前站队没钱，就在这吃，大家早就已经习惯了。哪像你们现在，有基地还有做饭阿姨，再说了，我带你去吃了么好干什么？你去前台干嘛去啊？找工具。找工具？你难道还要修椅子？修椅子怎么了？碍你事儿？还真修啊。
没看见老板在干活吗？不是老过来搭把手啊？哦，好，好。怎么弄？不是。这和壁咚有什么区别？顾老师，我可是男的。小顾，你们这是？哦，我俩在帮您修椅子呢，对吧？对，刚刚椅背坏了。哎，总是让你们修这修那的，快坐下吃饭。多吃点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谢谢奶奶，客气。我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这胎记搞得我爱屋及乌？这小子一定有个姐妹。你还剩下十二个小时。战队重组的队员找齐了吗？明天一早继续找，应该来得及吧。败者组比胜者组更难打，随便找两个人，打输了更难看。这不是你的决定吗？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商量，反正距离下一次比赛还有三个月。只要你把你家里姐妹的资料给我一份，我就考虑延缓时间。我已经告诉你。放大，放大！杀了，杀了！哎，中路一波，中路一波！第613次，终于能找到你了。只要冒充的好，肯定不会被顾以涵发现。苏桐。一定要入戏。你好，我是世界第一中单顾以涵。不行，这样会不会太中二了？你好，我是你哥的同事，我叫顾以涵。顾老师好，我叫苏小小，经常在网上看到您的比赛视频，没想到能加到您的好友。小小，好名字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吗？会不会太冒失？
我突然有点困了，我先睡了，明天聊。这顾野，真人都没见过，也不知道怎么想。喂，顾老师，这么晚了，找我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就是通知你一声，你们也加我微信了。那你们好好聊呗。啊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带上你妹？咱们三个一起吃个饭。我妹在老家呢，离这儿大概有3000多公里，飞机都得飞6-7个小时呢。你看这。能睡觉，但不能神经病。苏桐，红星和浩然他们什么时候归队训练？啊，社长，已经打电话联系过了。说是刚输了比赛，心情非常难受，准备去散散心。啊，不过现在已经连夜坐高铁往回赶了。想走就走，想回来就回来，这种队员要他做什么？陈社长，嗯，通知市场部发布海选新闻，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抓紧训练，争取早日度过猛季。行，那就按顾总的意思去办。老大，要不要去市场部拿一份选手名单？嗯，你们把资料先带回去，晚点咱们在基地聊。嗯。关老师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昨天听你说你妹在老家，怎么把她接到这边来发展？在身边也好照顾些。我妹今年就毕业了，我准备让她毕了业去找玩。对了，嗯。我昨天看了你之前的战队视频，如果需要我帮你提升一下对线技巧，随时可以找我。真的？不过，作为等价交换，你要告诉我关于你妹的事。不愿意？没有，能有世界第一教导，我肯定愿意。那，顾老师。我们去训练室吧，晚点吧，现在没心情。老板，这个顾以涵啊，已经到 SG 战队海选新队员了。就算人选出来了，也未必愿意留在 SG 战队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这些选手大部分都是青训再出来的，也有个别是其他战队的。至于能不能挖过来，还得看公司决策。这个选手能联系一下吗？老大不愧是老大，我们也看中这个人，已经约了晚上吃饭。找一个英雄直管、年纪又不大的选手可不容易。那你们早去早回，可
可别喝多了啊！赶紧的呀，赶紧，赶紧，快快快！啊，别喝多了啊！哎呀，伤好了，伤好，喂，洗澡，休息了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你们没在基地？我去，这么阴魂不散。我们还在外面和准备新招的队员联络感情。我有事找你。马上。不急，我正好参观参观你们。